个那个诵经吃咒诵经嘛哈、嗯，心定下来，就是好像很散乱，心很散乱。嗯，好像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、嗯、看着都在这儿，哎呦又念又诵啊、嗯，经常这个样，不是说一次。因为那些不是我们喜欢做的事。嗯、不是真的很喜欢，只是我们有就很多事，比如诵经啊、念咒啊、去修行啊、打坐。其实刚开始对很多人来说，他是蛮枯燥，就是说我们必须做，我们修行好像这是功课似的。很多人还说，老师你给布置个功课，早上几小时，晚上几小时，让我有个约束力啊什么。其实佛学是不是这样？就是我们内心，因为他佛学是有功课也是好的吧，通过行为来最后摄心嘛。但最后佛学重点是你的心。你心不在那儿，你怎么也你哎，就说，你心不在那儿，你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了，等等等等，那真的是念经啊，那你就也很难受，也是吧？但是我们要觉照到，一方面就是我们为什么心无法安住在当下？其实很多人是身体也有原因，第一是身体浑浊，气脉浑浊。其实你说你我不念经，我去做干别的，我也不想啊，我也不想干啊，就是昏昏沉沉一天就没了。你说他坐在这儿，你说让他干别的，他也不想干。你让他念经，他啥也不想做。说句老实话，啥也不想做的人啊，这个人基本上有病，知道吧？哎，基本上他的第一是气脉浑浊了，第二呢是身体脏气、气血、阴阳啊什么肯定不平就不调啊，就是身体肯定是有问题了，多多少少。或者是如果他心里没挂碍，如果是有挂碍的一些伤心事啊、悲伤的事啊，或者也会不想啥也不干了。或者钻了牛角尖，或者这个人已经忧郁了，或者是就是出了些问题，那也可能不干。就说你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状态，或者是自己的心已经习惯，天马行空的乱跑，那个就慢慢那是个习惯，就能收回来。那个你只要如如不动的每天听音乐啊，听着音乐啊，借助些这个念佛号啊、持咒这是外在的这种音乐，是慢慢就收回来。就是天马行空乱跑，这是好时候的。更多人是他也不跑，他也不在当下，他昏浊，完全就是昏沉的。哎，这个反而难调。这个是一方面与气脉有关。气脉昏浊，第一是与饮食，就是饮食你要这一段时间要吃点素。哎，你吃肉食容易昏浊，然后欲望就昏浊。但是也要看你的身体，如果很虚弱的时候，不要马上改变饮食习惯。就是说你这两天正好病了，身体很虚弱，脾胃。很差，你突然改变了饮食习惯也是不行，就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，甚至有时候要有药物调理。嗯，还有自己内心是否有一些伤心的结呀、没打开，还有一些很伤心的卦呀，或者这些东西都要慢慢解决，就是思考怎么去把它平衡解决掉。哎，否则自己修行啊是都没有热情的，没有动力。嗯，甚至要用一些药物。嗯。有时候你强迫自己去做学也不行，没有效果，就是效率不高。嗯，调解还有就是就像我们说，哎，你觉得自己心里也没有啥事也没有，但就是懒懒的或者什么那种呢，动静结合，配合动工，就是不要经常在家里边，要出去晒阳晒太阳，运动跑步啊，或者是劳动，哎，去工作，去晒太阳，去运动，动静结合的，让自己累一点，体能上再消耗一点，啊，这样也会就好一点。师傅，你看我的气脉还行吗？行，哪有不行的，都行。但是说我们的气脉说，哎，说那，但它一直在转化嘛。你在着相的时候，你的气脉也跟着憋，也在堵塞。你执着的时候，你就堵了，说句话，不执着又是畅通的。放下就不堵了，不堵。你着相放不下，着相你放下，脑子里还记着，对，你只是它不影响你情绪了。嗯，就是破相这个事情，就是说很多事是暂时不影响你情绪，这是算放下了，它就不能触动你，但是你对它还有概念、定义、认知，这个也没破。就是说就像你说，哎，我不要这个杯子了，我等于是放下它了，我也不见希望，我看也不看它，其实你心里还有它的概念、定义，这个还没放进，所以他迟早会有一天你再见到他，你又跟那些毛病又想起。嗯，最终放下是没有可放的东西，这才是大乘菩萨面对。就这个杯子不管在这儿在这儿，对你都一样，在你面前还有你扔掉它，对你是一样的。对，他已经对他，他不影响你了。嗯，毕竟空嘛。
但这个先是从我空开始证的。你一开始说想把这个空了，你不空，你迟早，你只不过是把这个空了，这个又拿起来。我告诉你，所以修行是要证我空法空，先从我空开始，先把你六个，你这边是大结空，先证这个空。你不空，全世界空了，你也不空。你觉得一下子想从法空上证，很难的哦。很多人都是先把外边的空嘛，见闻觉知道的空，然后自己不空，因为习气欲望一点不改，那就他就会觉得，你看吧，那些人就觉得什么也无所谓，这个世界啥无所谓，啥也不看了，无所谓，这有啥呢？好像啥也不干了，不做了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哎，但是他不空，他不空，他不空，他没办法生活。因为他不空，他习气欲望什么很重，但是外边啥也无所谓，没激情了。哎，这个时候他的欲望习气犯了，他就不空，他就挣扎在，就好像修，好像放下个，就是说他自己的欲望本能的那些东西还在反应，就是先从这边空，哎，然后再法空，先是自己空的，别人都不空，你知道吧？我空，但是他不空。他不空，我就信菩萨道啊，对他是吧？因为他是佛也罢，把他放在菩萨也罢，佛的角度，包括每个人都是佛，你都要恭敬啊，供养啊，你都要礼拜啊，你都要对他随喜啊，你都要，人家都不空，你空，你的角色先空了，不要先在乎自己的角色，不要在乎自己的欲望习气，然后大家都是，然后你慢慢你空了以后，慢慢这个都空了，那就菩萨道圆满了，其实就像师傅讲的，那有啥是吧？没有啥的，都一样是吧？没有必要说你言行执着，人家怎么可能？不是我们根尘年，我们在形成的时候，根尘已经年年形成我们的世界。我说那有啥？但是你骂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不舒服。他骂别人就没事，就那个名字。你看他还说是哎杨宁你是个坏蛋，我就觉得咦怎么这么难受呢？哎他骂这个人的时候，你说他为什么骂他呢？你的思维角度是不一样的。他喊那个人名字，就两个名字，其实他连你的摸他又没碰到你，又没打你骂你，他就是喊你个名字说你是个坏蛋等等。他喊那个人名字的时候，你会想哎他为什么骂那个人呢？你是个旁观者。哎还说杨宁的名字的时候，你觉得你在骂你就旁观不起了，你扎就被吸钱吸过去了，把那个名字吸进去了，就像个黑洞刷就吸进去就受他那个骂。这真的是好的，你就自取的嘛。那不人家说杨宁全世界你这杨宁多的是是吧？你看到百度上一找杨宁很多，他难道真的是骂我的？因为一般就是说如果你破镜像功德圆满的人都会说他是骂我的吗？是吧？因为你的自信无处不在嘛，你已经圆满，然后他骂，然后他说真骂你的，哦你为什么骂我啊？你就不会直接就认了那个，他一骂你就过敏一样的跟那个名字合在一起，然后就把他那句骂拿过来就放在自己心上就去受嘛。其实所有的一切，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这种程序龙转嘛，自取龙转。佛法是说一看到生灭法着相了，生老病死轮回这些一着相，然后就抓过来，我就是还是拿过来，这就生灭自取轮，自己取的。我们本来是佛，本来可以不动的，本来是空性的，然后自己取。我是个杨宁，我是个女人，完了根据杨宁女人，这一切都跟我有关了，然后我就在自取受报啊，他的所有一切我就在抓取在受报，你就不再安住在果位上。但是我们已经是这样一个系统，我们经常这样自干，是吧？一说哎，别说骂臭，瞟你一眼你就不行了，说这不说这么习惯了，怎么甚至人家没看你呢你就不行了，甚至敏感到这种程度。啊，就是真的是我们真的太灵敏了，啊，真的是有时候敏感到你说，我们做大乘菩萨，我们要成佛的，怎么所以需要大丈夫这些，竟然被这些鸡毛蒜皮这些啊敏敏感感这些事浪费生命是吧？是，不知道。就是你每天在想啥呢你？甚至我们也有些角色啊或者什么，如果我们实在说解脱，我很难受每天的。那去努力去解脱嘛，就是啊，有的人家听佛说是功德圆满的人，还是多做功德的人一般会好一点，那多做点功德，都不是，多做，
哎，多去就是对这个世界去奉献。对，哎，有一天把自己逆缘什么全转了，善报熟了，你看多乐。对，善报熟了不是乐吗？恶报熟了苦吗？不是，佛说了因果世界嘛。对，那尽量让善报熟嘛，是吧？那既然也相信佛说，就算是恶报熟了不苦，那就承当嘛。那可能生生世世是不是我也让别人苦过？那就承当，承当也是菩萨的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菩萨的品质啊。我愿意担当啊。啊，别说是为自己因因果果那些苦，众生的苦都担着，没问题啊。只要能担起来，都会担上，是吧？大是大乘菩萨，大乘菩萨这是啊，别说自己那些苦都担上。别人那些苦说能担能担动，我也担上，担上。问题是你要最后毕竟空的时候，这都全是功德，这才能功德圆满，是吧？你担的越多，功德越大越圆满，你一破下去，全是你的财富，把你的世界广大无外成了极乐世界，是吧？否则你那个世界就这么小，里边就住着你一个人，是吧？所以叫小法界嘛，你那成不了气候的。是吧？你看人家阿弥陀佛的世界，只要你喊我的名号，你就可以过来呀、啊。你看人家世界，那说明很大哦，你知道吗？你随便移民啊，你想想这个世界有多大，都是人家的功德啊。你去了，你就能，你是待业往生，你按你正常来说，你待业往生，你在时空里会看到恶报的，因为我们有业力嘛。但在业力的眼睛，你在空性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空性的。你在空性里边就可以看见恶报，看见烦恼，但是你既然去了极乐世界，但是夜里过去你都是看见快乐的，你发现不了三恶道，发现不了那些功德哪来的，你透过人家阿弥陀佛的功德看世界的，对，清洗了把你的夜里，嗯，清洗干净。所以这个世界宇宙是真空嘛，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众生带着不同的夜里发现不同的世界，人力是我们有共同的业力，所以发现了这个世界。恶鬼有共同的业力，发现了恶鬼道的世界。本身空性里边没有世界的，没有世界和空间，没有世界的。你有共业各业嘛？共同的业力发现了人力的世界，有各业，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又在这个世界里享受着不同的快乐和痛苦，这叫各业，所以我们叫业报世界。嗯，因为这个世界是五浊恶世，是我们眼睛有毛病，眼睛是我们带业，带着业力看世界，带着业力是什么？分别执着、无明。你不分别执着，你就那个因因果果那些东西不熟，它不会形成报的。嗯，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些界定了。这些界定你越来越透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你就会发生本质上的变化，你就不会活成一个很平庸的人，就是说平凡，平凡是一个很应该，佛也是很平凡的。平庸是始终执着在人力的那些假象里边，始终不放，抓住不放。我们可以爱这个世界，爱人力，爱所有的一切，然后真的为他们去奉献做事，但是呢，心不能执着。执着你就俗，不执着你就脱俗。你就是个脱俗的人，高尚的人，做一个纯粹的人，做一个高尚的人，纯粹的人，脱离低级趣味的人。Thank you.